今天晚上呢，早上去夜市，现在这里啊还不凉，可能再过一段时间就很冷了。这个天气啊，和我们那里的天气也差不多。过来走一下，舒服吗？还饿着肚子呢，现在一天吃了一顿饭。今天早上就想着来吃这个小吃嘛，早就想来吃了，饿扁了，饿扁了。等会儿你看你能吃多少？我怎么打饱嗝，像刚吃完。别在这里阴阳怪气啊！你是我的眼，在我浩瀚的书海，你是我的眼。我们呢，准备要找个有地方坐的。如果没地方坐的话呢，你看这吃的话，这麻烦了。你说说烤肠的，这边不是烤肠吗？鸡脖子。哎，这是啥味儿的？这是鸡脖子。鸡脖。双条。老老的。哎，小门老老的。哇，铁板。你那个什么？哎，干净又卫生。那我们在这里烤点吗？这经常烤，你这个刀法挺好的。嗯。是吗？你看这么大的鱿鱼啊，要12块钱一个，要在我们那里一小一点就是5块钱，那比这个还贵。所以在北方吃鱿鱼是很划算的。哦，我们搞微辣。哎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撒的这个是烧烤料。烧烤料。自己配的。胖胖提东西啊。你们两个提。啊，走。你让胖妈点嘛，他那里土豆饼近的地方，然后你买点串儿，然后是近，都好多都搬走了，我们这来老多了。搬哪去啊？幸好今天来，不来的话倒是全搬走了。这个运输搬走了。猪串、猪肝、羊肉，还有串，不吃猪肉串都有。羊串在哪里啊？都不来了吗？你来买点毛蛋。你要不要毛蛋？我不吃猫，我不吃，我没吃过，我害怕。有十的，1.5块一个，10块钱给7个。我害怕这个。10块钱7个，那买7个嘛。好嘞。那吃的时候要拔不拔毛？不用拔了吧？这个还用拔毛吗？啊，不用，不用了。你看谁吃毛蛋吃拔毛了？我来10块钱的吗？恭喜收款14.5元。什么毛蛋哈？行。进大包啊。行。啊，这个毛蛋就是鸭子是不是？鸡鸡啊，这个是20元。有毛的啊，你们敢不敢吃，朋友们？你看这么多人都爱吃这个。那是啊。你的好了。行，谢谢。谢谢。我这个放微辣的。哟，他们人去哪里了？这下面好多油。嗯。全掉下去了。对。嗯。18块钱一根，但生意还挺好的，好多人买。这应该是我们的了。嗯。看呗。微辣。他搁这紫兰呗。紫兰好吃，我愿意吃紫兰。直接吃吗？啊，等会到那边去吃。好。牛肉干要哪个？要羊肉串。要羊肉，来多少个？啊，20个够吗？啊，先来25根呢。啊，啊，那先来20根呢。羊肉串点点就行了，我又不吃。先来20根呢。20根要的。你要吃20个哈。嗯，好在吃啊，姐。没有玉米呢，今天怎么？嗯，没来。玉米前面有吗？没有。这不就是你的鱿鱼啊？那我跟99一人一半。啊，你吃嘛？不带要丝的。丝儿啊，丝儿没有啊，在拿酒啊，拿酒啊，酒，老板去拿了，等一会儿，好吃吧？你别说没有，这酒没捞出来。来酒喝酒，来，咱们俩，哎呀，没事，来喝酒，哎呀，要不要饮料？不要，我喝饮料，喝这个。我等会儿尝，你去吃吧。打少了再去点。这是啥尝？嗯，行。啊。牛肉。没有位置啊，全部是满的。你这边有要不辣椒饭？你要个辣椒饭啊？哎。不要了。哎呀，辣椒饭来了。啊，不是。你敢说说啊？
钱？我啊，来，我可能咱俩一起吃，咱俩吃一个辣椒饭就吃两次肯定吃不了，一个人可能都吃不了。这辣椒饭挺实惠的，姐带走一个，料能装一份吗？这三个你给我吧，装一份料啊。这陶总就做了，微信收款6元。陶总，好嘞，这辣椒的吗？坐这，有他叫干爷谁呀？坐这吃一个饼干呢，搞不过来了，老板，人越来越多了，辣椒饭受空了，今天。坐也坐不过来，辣椒饭也没有了。那先给你一个吃吧，对，啊，先给一个。小屁股的饿了。还干啥？喝水。这是什么大包？刚才看着我吗？你不给我买八百？啊，3万。三块钱，一个大葱。那谁的？他那个啥？其实他这么点钱。今天就吃这些当晚饭了啊。嗯，我没吃。嗯，吃不了我。来，小姨。俺家有酒，嗯，一点一点的东西吃的，不用，就把你两个叫中间。嗯，行。涛涛，这个毛再先炸出来就好吃了啊！把那个毛拔掉，再放那个油炸。那好吃啊，酒酒。我哎呀妈呀！这有营养，你知道？再来个，哎呦，再来个丝儿吧，不用搞了。再给俺们来个丝儿吧。做哪个料啊？哎，拿两个。是吧？过去给我搞湿的，我不要你的了，我就要湿的。我要你的，没给你。你没说啥？我这个。他说要湿，我来了吧？好，受不了你。没熟，没熟啊？干的吗？就是没有熟的。啊？你还管吗？这个来年就不一定再。今年不管了吗？那太远了。那个这样永远。这个暂时呢？你们能干的几个亿？这里学校。都来这四周吗？怎么？这旁边有个学校，这学生都来吃。那就跟你谁愿意干就干。四个小妹子啊，没了。说这学生吗？嗯。高中生。那有谁来填？哪呀？啊啊！学姐，妈叫你。给他一半。十天都辣椒饭。我不行了，你还给我辣椒饭，我肯定吃不了。先吃一个呢，就是说带丝的啊。不要了。哎，我不要了。熟人。嗯，这带丝的还好吃的。好吃吧？嗯。这个是带丝的好吃的。我说丝儿好吃，你儿子好吃，妈不吃丝儿的。当然，你跟我带一下。我给你带泥了，各有千秋。你说，来五个。哇！人鱼要就要五个。超大鱿鱼，你看，比我的手掌。还要大，好像我一个半个手掌吧。他吃到开心的鱿鱼了，特别开心。好你喂的呗。这生意都不错的啊，在这里那代理店人买东西。这款鱼吃起来挺厉害。我不吃，我不吃。妈给你炒饭。给哈哈吃。小鸡仔，你赶紧吃。我吃了好几颗，都搞不下去了。那你拿去奖给哈哈吃。我吃吧。不吃了。不吃了。别给他这么辣的。我小鸡这么辣的。我的这个吃完呗，我带你。矿泉水吗？拿一瓶。蜡笔球，跟老板上来啊。嗯，不吃。你看我们四个人，又吃什么泥的，又吃什么土豆丝的，又吃辣椒饭的。哎呀，总共才31块钱。
真的，我是觉得很便宜的。过瘾了吧？那就我们怎么啦？起床，回家。启程，那我们启程啊，要回家了，因为太晚。没吃完啊？我想吃玉米，没有卖了。就想吃这个玉米棒子。嗯。胖胖姐姐她不吃了，让我来。特别难摸，哟，掉了算了。还在烤鱿鱼，真的生意真的是太红了。